你好，我是王姐，我正在汉口核心商圈江寒楼。你看我背后人山人海，这么火爆的场景，是不是有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呢？其实这近武汉的周末都是这里，地铁爆满，挤都挤不进去。无论是传统的水塔美食一条街，还是翻新后的黑皮人台。 国家美食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龙，这样的人山人海已经有3年没看到了。看到这些热闹的场景，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开心，也一定想出门参与进来，对吧？对了，这是一种人群效应、情绪加成效应。当我们开心的时候，如果有人陪到，就会更加开心。但无的憋久了，出来走下子、逛下子，吃下好吃的美食，让生活兜兜风就会非常的解压。 好多说干了，我用手机点杯喝的。点好了，走，快去。每当我有压力的时候，我都会出来走下子，看不同的人，然后吃下自己喜欢的美食，用这些来治愈自己。要不然你们可以看到那每天在镜头前面开心快乐的我嘞。 哪怕是一杯小小的咖啡，也让我感觉到生活蛮美好。然后，哦对了，3月18号到19号，百度 APP 生活节在汉口梨黄陂楼举办，赶紧和文杰一起线下打卡呀！而且还可以参与话题，让生活兜兜风，赢取开小差的货哟。